譬如说，我们今天的一个就处于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状态，就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经济委员会的招委，国民党黄昭顺委员，他在要处理民进党提出的散会动议的时候，他宣布了处理的时间之后，他就离开了现场。所以我们现在从我们大概几点？从多久了？2:30，2:40到现在，已经两个多钟头了，既没有散会，主席也没有喊休息，那处于一个主席失踪，然后会议持续进行中的一个状态。所以没有主席，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开会，这个时间就这样就浪费，就这样过去了。如果因为我们要知道说，在立法院的每一个委员会，国民党的立委都是占多数，所以只要国民党立委肯来开会，民进党提的散会动议都不会通过。就吴秉睿委员提的这个散会动议，目的只是要叫国民党的委员来开会而已。就国民党委员不来开会，连他们主席都失踪了，然后要告诉我们说他们对于这个自禁条例有多重视，其实我们不认为他们有真的有耐心来开会，或者有耐心来好好审查一个他们口口声声说重视的一个法律案，所以这个我们觉得非常的遗憾。也要就是一个会议的主席可以把他应该要主持的会议丢着就失踪就不见了，然后就从头就没有再回来了，然后我们坐在这个地方不晓得现在的会议到底是一个什么样一个状态，这真的是非常非常莫名其妙的一件事情。